生死已定，还测什么字，看什么相？姑娘，请先生出去。姑娘，请你抬起头来睇下我呢个测字先生啦。我要你马上走啊！抽脾气要改，火气话少讲，掟烂个招牌啊，要赔噶。你系边个？姑娘，我就是当年的壮士啊。壮士？是啊，姑娘，我就是匈奴，是现在的大宋皇帝啊。好一个大宋皇帝，今日你又乔装乜嘢测字先生，又来捉弄于我，难道你害我到如此田地，还不甘心？姑娘，见面就狠狠一巴掌，七窍生烟，耳边响雷狂，故自出良言，开得多威王，未得过中打诸你也上，今天破了天公第一堂，我要把手还。引见他铁了罪一身，泪恨肠，血染罗衫片体上，潮水知府遭大仇，饮酒什么案？风马牛啊！路上辛苦了，何说此话？启禀大人，有人击鼓告状。我呸！你哋岂有此理！本官大受，不理民事，将击鼓人赶出去。周大人，定有冤情，我哋饮酒上早，你该升堂审案啊！你应升堂审案。升堂审案，如此，请徐大人、贾年轻一同。
通审案，系我们一同审案。
这座瓦池不寻马上，这小子有包天胆量啊！高之远，又高阴差，牵连瓜葛从下到瓦上，推得连推，连马路跟上。万年青，官府明镜高悬，此案不日定当查个明白啊！人来推堂，且慢，大人因何不问不审都便要推堂啊？对，理应当堂审案，当堂审案。周大人，众人跪在堂下，离岸甚冤，老夫耳聋眼花，看不见，听不清。万年青，准备起来，大声申诉。一局阴差从之奔，道行亦师为亡命啊，勾结众啊，用家于劝令，施规计换啊，偷啊粮，而高震害家之源，逼女无名，变亡因啊。打屈关救家人不知有几功，声啊声冤枉啊大人，万年青一派胡言，诬告本官。夏之雨，你口呼冤枉，我来问你，你的女儿又往哪里而去了哈？我女儿的行踪怎到你来管啊？呀假之远，假之远，老夫问你，你的女儿哪里去了？回老大人，小女进宫去了。大人，万岁派阴差接的乃是壮士包群，假之远若非冒应皇恩，他女儿又怎能进宫而去啊？又七九，你懂什么？我懂，替你问无四两白颈，无亦无不起刀啊枪。对于朝中之事，你充什么在行？皇帝报恩挂个名，挑眉是非是风凉。我而得龙眼，大月凭身就国色天啦香。你可谓狗胆包天，居然个皇帝嘅恶长啊！问你有人嘅头一嘅一个，佢个都诶望我我哋嘅死嚟望我，就官佢不知死，指着光头骂和尚。待我拍案清问他，皇帝暗示就此忍让。万年青，贾府令千金奉诏进京嘅受封赏，钦差大人亲奉送啊！你告他冒认皇恩，就实荒唐，实荒唐啊！大人。
假之与人若非是无形皇恩，因何要将救驾恩人滥施豪刑，关押在那死牢之中啊？确有此事，确有此事。快来，自愿切作，充实之话来。哎呀，冤枉啊大人，死牢中并无救驾恩人，只有无形皇恩的女犯庄素云啫嘛，这是钦差亲自递嘅案，你怎会有错嘅咩？哎呀，当然当然当然，冤枉啊大人，怎会有错啊？大人，哎呀，你哋一个二个都冇错，难道系我万？难道我扮年青又会错了不成吧？我呸！咁难道本府不信堂堂钦差大人之言，反信你这个走江湖贼字佬不成？大人，我有证人啊！你有证人？有证人，好啊！不动计，不露真情。